思中三着你，工睏也睏袂去，想要甲你讲枕头。来过几百年，你家己讲你干啥子孽啊？真正敢古锥啊！衫着穿咧，你爱看啦，红头巾啦，叫看了了诶！来包，来包，来包伊，细只哦，细只，懂你啊！二郎神君啊，地主是倒有村的啦，虽然是透风落雨吼。可见讲我是吼十二万分的成分来遮一个甲你困着，拜托你甲斗保庇吼，保庇我的第二后生杜天宝，伊的家后如雷军。伊虽然讲吼是车祸才会致死甲残废，啊才袂当来城中行入。所以吼，我特别去请教医师，医师嘛有甲你讲啊，讲除非要有奇迹的出现，无论如何你都甲保庇。保庇哦，阮这个杜天宝吼，会当较早做一下老爸咧。一龙神君，我也做大人家啦，而且恳求你，就是我的大新妇月英啊啦，伊也毋是讲袂生啊啦，只是讲较袂调胎啦，而且恳求你到帮忙，看会好家己调胎无？啊，而且吼，一定爱查甫的啦，安尼才有法度替阮多甲传一下香落去啦吼，拜托拜托。新年讲话，你唔爱叫我讲，甲咱保庇，什么拜托拜托，都无咧选举个。你先到保庇啦吼，小金嘛。来了。啊，这阵西北风唔知要落到当时啊咧。过来坐，过来坐，快坐。秘书甲因坐伫遮开会咧超时的，因讲煞就煞。春梅啊，啊，咱两个新妇啊，哪拢袂心是变暖？啊，我就是咧烦恼安尼，唔知来这所在拜托二郎神君来甲咱斗保庇。啊，你拄只够牛哦，我会求二郎神君哦。保庇讲，予咱外婴仔看会当阁生一个查甫的无？啊，你都有讲过啊，讲咱外婴仔吼，伊毋是袂生啊，是较袂调胎啦。啊，只要身体吼，甲请好养吼，唔凡是替咱生一个查甫孙嘞。讲你要求吼，你毋知甲二郎神君讲吼，伊甲咱保庇啥物？哦，二郎神君啊，啊，你都予阮外婴仔生一个查甫，害我错一个。我唔是迄个意思啦，那我是讲吼，求二郎神君啊，甲咱保庇，保庇咱外婴仔吼，啊早日调胎，替咱传一下香炉去啦。啊，要拜托伊保庇，唔要讲较直嘞，唔通安尼分开讲，哎，我惊一条安尼。春梅啊，啊，不要叫你老师小事而已。啊，恁这就是看迄什么叫做中二的新妇哦，啊，看到安尼中毒去啊，迄都是爱做甲喊呱呱，后尾一口十三兄弟拢传死伊，我才无像因安尼，大歹囡仔大死。大姐，当地发生这件代志，我按算后日排尾落去南部，现在去当地看看，去了解一下。董事长，你拢已经知影？嗯。恁老爸有打电话給我，叫我原谅苏主任，卖甲石头路。苏主任敢那今日袂歹吼？你跟阮老爸真话讲啊？袂真袂，就叫我卖甲石头路。这件代志敢那是就伊做的。
这件代志吼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。假使讲若真是甲苏主任有关系，到时我绝对公事公办。照我个性，我是唔准发生这件代志。代志较紧来发生啊，就是爱去查，查出来交这件代志有关系的人，我拢要处罚。我了解。假使讲我若无法度当处长，是会交代，怪石头路。三十通地也无去，经理就爱石头路。哪个南部所有工程要安怎？恁通袂记真诶？工程遐拢你咧看呢，有你伫诶，我加偌轻松呢。这件代志要调查无困难，我有你一个方向，对潘老板遐去查。你毋是讲过，苏主任较早伫潘老板遐咧做经理，是安尼经理毋做，来咱遮做主任诶？伊就讲，咱行业薪水较悬。这件代志无遐尼简单。恁爸恁老爸去用阿杰时阵，我有派人落去南部调查。到今仔，我还是搁咧怀疑，这件代志一定交潘老板有关系。阿姆哥，邓处长，阮老爸是苏主任叫回来的。我希望你袂去看唔到人，因为恁老爸已经甲苏主任当作是家己囝婿啊。你订婚的时阵，我无人落去，恭喜哦！多谢邓处长。你若回去的时阵，恁老爸若问起这件代志，你就讲我无要对你。但是你要暗中去调查，所有代志公司拢听你。德军，我物件派去哦，摕后面遐修理，我来客，你等下等我一下哦。嘿啊，啊我来这夹目镜啦，对吧？我听我爸讲，你阿公今离婚了，恭喜你呢。不是啊。歹势啦，啊你无闲，我倒转去。是讲不要紧啦，你结婚以后我一定到的啦，吼。是到，才带你妈做回来。要哪有人咧开会哦？安尼装啊一只敢那狐狸精的啦。迄你敢要信哦？假怕死哦，我都唔信。所以讲这两天哦，阿姐来下班时间哦，你都要家己注意，看有准时回来。丽君啊，丽君，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。丽君，你是安怎啦？我不爱困不了啦，都强爱你啦，就是今仔日走输啦。哎呦，你是咧想啥啦？你敢知影因弟甲我讲啥？伊讲你的脚吼，即马美国有材料甲你医啊，我叫我紧甲你送过呢。我想做遐尼拄好，拄啊离家拄着伊，恁两个人是约好的吼？你是乌白想啥啦？伊是有代志起来，台北开会啊！我拄来去夜目镜，拄啊拄到伊，伊才甲我讲这个好消息。你莫有白想啦！你老实甲我讲哦，你两个是律师，底下阁有你联络？太有啦！你若不相信哦，我手抓你听。免手抓啦！你两个脚拄在遐，你有讲有笑，你是叫我要安相信你啦？丽君啊，你嘛较拜托的，因爹都已经订婚啊，随便结婚啊。搁再讲，我自细汉甲伊斗阵大汉，我两个阁是厝边，路头路尾拄到，干咩要甲拍招呼？而且伊是甲咱报好消息的，我敢明仔面啊面臭了啦！好啦，结婚，这个就到这，吼、哦，你放心，我绝对对你忠心 ，OK？ 我把你病院啦，走回去。结婚啊，别安尼啦，跟我来病院啦，我顺便问国清阿公哦，安怎甲你送去美国治疗啊？我无治疗啦，我来看会好袂好，唔免你甲我操烦。我已经关心陈如意的事了，现在为什么交代呗？坤啊，阿妈，哈，这要送你的。哦，我得好功夫哦。小弟啊，啊，这是要给你家强的。多谢。这啦，
娘啊，我今天看红姐啊，还搁看、啊。谁来？小姐。你哪要搁开钱安尼买买一堆安尼，甲大细汉拢有。啊，就拄仔好八八折，啊，贵也买去百货公司啦，啊，刷手吼，买予大家啦。雄啊，你搁真贪装安怎？哦，讲到遮好听，讲见兄心情歹，出来出去外口行行，又要甲安慰，反倒就是找人出去共卡哩。建英啊，啊是我招你去，你招我去哈？是我。啊是啥物人讲哦？哦，迄百货公司内底有冷气啦，咱来内面行行的吼。是我。啊是啥物人入去内底，啊看到迄哦，迄牌仔顶面有写字啊，你甲讲哦，我今仔今天是八八节哦。嘛是我。啊，我有甲你讲，你也毋是阮后生啦，安尼你甲我讲，要创啊有无？有。有听的无啦？有你满足。我无创伊人啊。哎呀，过阿伯啊，啊你有讲？今天你做你讲。阿伯是讲吼，假赛袂输敢那灌注咧。啊，那建天哦，自头至尾嘛，毋捌讲伊要带咱上去。迄拢干那你家己在叫较亲好吼，你做啥？贪着人啥物好处？我贪伊啥物好处？他叫我难看呐，小弟啊！不要在那边装可爱的，我没说灌注是伊啦，我没有说是你啦，猪包。哎，啊，咱今仔买啊咧大包细包呢，你回来面臭面臭，无人是欠你的呢。别欠我较惨死啦！你给我派算啊，你猪包。哎，我你即摆是跟人骂啥意思的哈？我骂你下死下贱，不得了该啦，猪包。姐姐，啊，你若袂惊是咧安怎哈？是惊出门你出来去食碰饼呢？无那安尼一个面啊碰西西。啊！你有敢笑？你唔惊内伤哦？我但是写信写是，我笑啊，规嘴里塞塞。就我跟你讲呢，即摆屏东市上大桥百货公司哦，对楼顶甲楼脚全栋楼人拢熟悉我啦。后摆你也去啊哦，报我的名啦，保证大家甲你款待，我对你笑眯眯哦，啊，全程甲你保护，送到门口到时，甲你叫车过来，你拜拜，哈哈哈。阿爸，阿你袂做人好，但是见笑，就收做领出去尔。你是咪出去搁做啥物见笑台啊？点点啦，白啦！我本来很看重你的哦，你说等到害我下死下死你的。阿伯，咱去十八岁公司的时候，我拢尊重你啊。看你要看啥，要见啥，等你嫁的我才去付钱的啊。啊，讲到迄领裤啊，啊你要买的时候，我搁有问你讲，阿伯啊，这领裤是要买予谁？啊你讲，这阿强大汉是要穿的啦。谁叫你家己家己穿啊？啊！那我买你那裤是，我暗是要穿，阮将我看的啊！我暗是要穿，我百货公司的人看的，对无？啊！你莫买我，拢无代志啊，东北嘛。嗯，啊，我是啥物裤？你给我管！哎呀！我讲这啥东？大象啊！啊，这里的皮啊！我不你讲，啊，不要靠钱买你了。大象，几岁人啊？搁穿这条裤，唔惊笑破人嘴嘞？你不觉得晚上穿这个睡觉很可爱吗？可笑啦，可爱！啊，差一厘尔，你计较阿多？我人甲死人嘛差一厘尔，你计较？天宝啊，你嘛真功夫，啊，迄一粒澳标啊，佫甲寄转来。啊，有你摕标啊店佫洗好啊，拍紧来换掉啊！爸爸节，今仔日跟爸爸节，对，佫寄礼物要花哦。好啦，收到我会甲你讲啦。啊！一粒表啊，甲我寄寄转来咧。做啥？啊！你看咱未破先知咧，搁知阿姐啊，甲表啊寄转来。哦，啊，都拄啊，我甲伊讲电话尔，佫要了偷听的。这阿姐啊嘛实在哦，啊，都有新物件，买一个新的啦。田宝啊，你看安尼晃晃吼，伊是我欠底的了。哎，真有心哦！还寄一领靴子转来啦。爸爸节快乐啦！哦，赞赞赞赞！这阿姐也实在有影，真良心啦！啊，到尾店来寄一身西装，去寄一领靴子啦。多少？我来照看无用啦。寄靴子都袂歹啊啦！
看下恁两阿姊啊，巴巴坐，连一支气头啊都无。不，我来啦，免啦。等我花三顿花二三十年，无差这顿啦。啊，恁是真无闲，你准去无闲啊？我煮了，甲叫你来吃啦，吼。阿母，你还在讲生气哦？啊，你无听人咧讲，听起也都无见面熟啊。啊，咱两个哦是大家新妇呢，啊，不过敢唔免讲啊。阿母，我今仔我做事较辛苦啦，啊，我嘛是有天生啊，啊，佮有你个查某孙萱萱咧拍算啊。阿母，你有啥天生的人哦，较刁滴啦，啊，咱个无拍无算啊。我若是无较严格了，下摆你甲倒送，安尼百年了后，啊，这间厝就放咧回路厂厂。搁再讲哦，啊，这个即摆无娶落，啊，一人一家代呢，公妈随人猜呢，下好下摆都拢爱靠我家己安尼。阿母，你讲对无啦？我讲啊，天生是你的翁呢。啊！你若见逐摆若讲着话，着安尼牛声马喉，袂输得讲，迄厝边头尾听啦。只要恁初辈者过来伫讲，啊，恁月英啊啦，骂恁天生敢袂输得骂囝嘞。恁是安怎讲？毋是冤仇人嘞，讲着话着毋免安大细声啦，毋是大声着厉害啦。咱这万通哦，拢爱讲一句理啦。你无听人伫咧讲哦，有理是走遍天下，啊，无理是寸步难行。我知影啦，啊，我若甲你讲，你着讲我知啦。啊，答辩就是即耳听，啊，即耳出去，答辩嘛唔知。阿母，我即摆两耳做伙听啦，啊，你着袂即耳听，即耳出去啊。我绝对吼，你有迄个当归应声，开嘴甲我讲话，啊，你毋才会相信讲哦，我的个性改啊。好啦，莫甲我讲遐有诶无诶，去跟倒上食饭啦。好啦，阿玲啊，哎，贤啊，你若无爽快哦，唔知呢，阿奶奶雄雄要吐要吐啦，偌久啊？阿都只能讲阿只安尼啦，哎呀。一定是吼，我这几天哦，为着店的代志哦，安尼一世界爬爬走哦，去予日头晒着，去热着的啦。阿玲啊，阿你在生先生的时阵，嘛是安尼，敢毋是？对啊，阿母，你是讲？袂啦，恁好可怜。较早我有萱萱的时阵，是足无简单才有的呢，无可能的啦。阿母实在足希望吼，你会当甲我生一个查甫孙啦。你莫妄望啊啦，阿母，你应该把希望放伫丽君的身上啊。伊还阁遐尼少年，想要生几个就几个啊。搁再讲吼，即卖医学遮尼发达啊。哎，那想要生查甫就生查甫的啊，啊想要生查某就会当生查某的啊。阿母，你唔免烦恼啦，我相信你一定真紧就有查甫孙啦，吼。多少？啊？食饭啦。哦，啊你的脚手哪遐紧？啊，都看你拄入去灶脚尔，啊即摆随拼出来，饭随煮好啊。我阿母咧甲我斗三工啊，啊毋才会较紧。好，天生，食饭哦。哦。爸，来来食饭啊。稍等下才食啦，搭饭无食，袂向偷食呀。来，恁两阿姐较济。好。阿爸吼，已经真久毋捌单独甲恁两阿姐开讲过啊，今仔日趁这个机会哦，咱好好啊来开讲一下。多少？啊，你若要甲阮驾驶哦，嘛挺好，甲阮食饱，啊，无天长食袂落咧。放心啦，阿爸要甲恁讲一阵好消息，恁若听落了后吼，小等下饭拢加食咧几两碗。是啥物好消息？
你唔是有在甲我讲，你要开一间24小时的店？是啊，我就知影道上你会答应啊。天上吼，都是无眼光看无远啦，你才一直甲我动。我就是讲吼，咱若是伫迄只开一间24小时的便利商店哦，绝对会足赚钱的啦。还是道上你较有眼光。是啊，爸，啊你正想着我要开店嘛？你唔多点点，听我应该继续讲完。道上。你去台北这几天啊，我你一世界去找啦，我外好运的呢，叫我找到一间三角窗的啦，40平，偌济人想着迄间店的，大家拢嘛想讲吼，要甲伊租起来做便利商店，啊，我今日用租地哦，我着先付10万块还做定金啦。我是想讲吼，等道上你若是回来，才予你出面啦。道上你是一家之主啊。啊！而且你搁较贤讲话，若是予你去间拍客用吼，凡事予你追落来，租金就那减了一两成，对不？啊，是讲你想要做的是个体户这方面的24小时的，还是要跟人连锁的24小时？当然嘛是连锁的，安尼对咱较利便啦。进货甲补货吼，伊拢替咱发路，啊，员工嘛替咱训练好势。咱甲咱出淡薄仔资金，啊，着挺好坐伫咧柜台咧收钱。迄袂输敢若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同款的，有入无出啦。哦，那讲到高速公路的收费站，迄上好挑啦，尤其是过年时啊，迄车来车去，安尼呼呼叫啦。讲真实的，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哦，若一空啊，互我顾吼，啊顾一工啊吼，咪一世人我着变过啊我。啊，咱这间店哦，敢若过年时啊咧收哦，搁较济啦。迄围炉哦，收到初五过开，都比人一个月收入搁较济啊！你听话，这好赚哦！爸，我看吼，过去把咱遐餐吼，放互别人去做啦。啊，我即满吼，规心我来顾这间店啦。吼，店兼共青，啊，若惊人抢哦，无安尼啦。暗时的时阵，我才戴安全帽啊。啊，举迄猪头无吼，徛在外口顾，看谁敢来抢。啊，若要爱困吼，啊，莫咧门边啊遐放一顶个行军床啊，困当店里啊。自从三着你，